好，Good Go。麦克风，麦克风，李佳。诶。喂喂喂，好、哦。那大家好，我是 RS 强。然后我今天要讲的是，工作人员都来自异世界吗？RS 强与 RS 呃 r o b o t Com 与行政组的逆袭。好，那我是 C Com 二零一三的行政组长。那我们都，哦，好那我们都知道说，筹办一场年会是很不容易的，所以我要感谢包超办了 Coscom 这么棒的年会。 那协调一群 staff 也是很不容易，的。所以我要感谢那 Costco 的行政组长 t o m o r 他实在很厉害。那我们知道行政组其实要有耐心、细心、亲切和责任感，才能协调 staff，然后教他们、技时教他们所有要的资料。那其实这个东西在网络上叫做好护士特质，也就是说你要管所有 staff，就像护士一样。那 Costco 的我们都知道他们的 solution 是用 Redmine 管理 issue，然后有没有类似有 Google Drive 去管理这些文件？ 那同样，我们 C c o n 呢，因为是从 c o s t c u 的那个工作人员起来，财务人员起来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自己也用 Google Docs 加 Mail List，还有 Google Drive。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，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让，因为用了很多个网站，所以我们资料都会分散，然后权限控白变很乱。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们要登录工作人员，然后姓名、email，然后统计数时，然后设定筹备权限。我们所有组才四十个 staff，一百四十二天才全部登记完，然后记性都没有人回。 然后，因为 Google Docs 的 ACL 是继承制的，所以我们每加一个 s t e f f 就要从里面所有的目录都把它加进去的权限全部拔掉，这个、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所以我们就要更好的解决方案。那所以我们就有一，所以那我在放暑假就只考考完之后，马上就写了那个 s t e f f 的 c c o n org，我们把它 code name 叫 r o b o t c o n f 那你可以看到说，我们整个把 g e t h u b 的 issue tracker 整个复刻过去了，然后功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 那我们主要想要完成三个，一个是 staff control，一个是 issue tracking，一个是 docs management。我们要能拿它来统一筹备资讯的集中，然后可以全统一管理全，甚至之后我们要把整个 Google d o s 都复刻过去。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，你有 issue tracker，你有 staff 各自，你有他手机，有 email，就可以写自动追他系统。<laughs> 因为你再也不用担心已读不回，因为对方根本读不完。 这是我们年会筹备的未来，但是唯一的障碍就是，你看这 commit log，非常有问题，都是我只有有一个人。对，那我们在两百三十，那我们是两百三十六个 commit，十五天之内全部写完，但是就我一个 contributor。<laughs> 所以变成说，我们需要你的 contribution，请你 PR 到我们的 c k a n o s t e f e c o a n o r g github。那我们工商服务样、啊，就是我们行政组现在人员中，我们需要 Python 的人才帮我们维护 Django 的网站。 那大家一起跳跟来写系统吧。哦。Oh. OK，哎、欸，还有几分钟，两分钟了。你看正面那边等，你不快一点？好，我们有没有时间 Live Demo？<laughs> 看看，摸上去。<laughs> 我不会用 Mac。<laughs> <laughs> 对不起。OK，好，这是我们的网站。 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说，我们这边有简单的几个页面，像我们可以在这边直接直接 assign 人，然后设定期限，然后这边打信号之后，它就会开始用没有，就开会开始有什么更新都可以记没有，然后你可以设标签。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说，我们都有 audit log，然后这是我们昨天筹备 BOF 的时候的详细资料，我们内容都可以用 Markdown，然后 Python 万能。哦、oh.，OK，那我们来试试看，还有还有时间吗？有、哦，一分钟。我们来开个 issue 好不好？ 你好你好从容、哦，好、哦。<laughs> 这什么？我肚子饿了，啊，不是。好，那就 Hello World。哦、啊，啊嗨，好，然后提交。呃呵呵。 成功啦！啊，好，谢谢大家。